些小念头的贪、圈、福啊，在实战当中呢，比如说我们在社交当中，我们不断的变换把位，化被动为主动，贪、福、圈，在实战当中就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战术的方法啊，咱们来试试啊。而摔对方，我可以用贪、啊、天福、圈，他更好的控制对方。